道麻袋里是啥吗？绑匪。上一次他把我给绑架了吗？我看他长得挺帅呀，我让他娶我，他死活不同意，今儿我把他给绑回来了。糖都拜完了，过了今儿晚儿他就是我的人了。别看是我。别碰我，别碰我，这咋还不让下手了呢？堂堂一个绑匪居然被别人给绑架了。谁呀？你咋的了？把我绑架了。谁呀？你我呀。啊，咋的了？你绑架我干啥呀？我要娶你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滚。你别挣扎，你别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不是喊啊，去打你，踩脚了。你喜欢我不？我敢不喜欢你吗？那你喜欢我哪一点呢？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你就没发现今天我特别的好看吗？哪儿啊？仔细看一看啊。你刮胡子了，把胡子刮了。你过分了啊。我咋的？你过分了。我是下水道啊，我过分呐。啊，你把绑匪绑架了，你不过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没事儿，我就要人。大妹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。不行。大妹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我放了，你把绳给我解开，我啥都听你的。想明白了、我把绳给你解开，你啥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人我脾气可不好，你可别惹我，听到没？怎么了？有这智商的还想绑架我？你干啥？那就是个大嘎子。还想要娶我？呸！挠瞎你的狗眼！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！你吓唬我呢？最毒妇人心，你敢偷袭我啊？不服啊？啊？谁呀？你咋的了？我又飞毛，飞毛你！停！你到底飞不飞呀？我吓死你！出去出来！想咋的？就这么长，你吓唬我呢？多长啊？太长了！这那熊样呗，你瞅瞅。我这回我。我今儿不多带点武器，我还留不住你了呢啊！想跑啊？谁呀？咋的了？大妹子，你放了我吧。咋的？你放了我吧。想让我放了你啊？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啊。你要是答对了，
我放你走。真的啊？你要是答不对，你今儿必须娶我。来吧，这是啥？一，这是手指头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二加二等于几？四。我都答对了，还开枪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一个蜘蛛八条腿啊，说有个蜘蛛在棚上爬呀爬，嘣掉地上了，剩七条腿了，请问那条腿哪去了？摔折了。错，拍胸脯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池塘里有十只蛤蟆在洗澡，有一个穿着裤衩，请问为什么？因为她是女的。错，因为她是搓澡的。别碰我。咋的？还不让我碰你？那你也不碰我呀？大妹子，你为啥非得要嫁给我呀？我喜欢你。咱俩不合适。咋不合适了？你说你家那么有钱，长得这么卡哇伊，谁要是把你娶家去？他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。那何止是祖坟冒青烟呢？那是他家祖坟爆炸了。但是咱俩不合适。哎呀，咱俩多合适啊！你看我家里还有钱，我长得还卡哇伊。再说你要把我领家去，祖坟爆炸的就是你家了。啥也别说了，我要把你领家去啊，我就知道啥叫飞来的横祸了。干啥呀？你可别想不开呀。说啥呢？谁想不开？哼，我要走了。他要跑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跑，放开我。我不放。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因为我爱你。哼，我就不信我甩不掉你。我醉了啦。谁呀？